啊，我这样推会不会痛？嗯哼，啊，没有痛，身体放松。你知道智齿问题带来的痛，会让人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好，严重扰乱正常生活。虽然我是没有这么夸张，但是我的智齿已经造成其他牙齿出现蛀牙的情况了，所以我决定要去拔掉它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是安安。有发现我今天特别不开心吗？因为今天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一直得做，但是我一直不愿意面对去做的事情，就是我今天要去拔智齿，我要跟我的智齿说再见。但我其实超害怕拔牙，因为超害怕打麻醉。但是我们今天找到的是智齿权威欧嘉德诊所，我们面对事实去找医生。好，牙齿会切碎，哈，会缝合。所以我是先割这里的肉，是不是？然后牙齿要切成四块吗？好块？数块？数块哦，好说，不一定会切四块。对，要看、okay、看状况。底下这个地方其实有一条神经通过，下颚齿槽神经走在下面的。嗯，好，这牙根的末端呢、啊，跟神经的管道影像上是重叠的。这个风险还是要先跟你讲一下啊。如果万一不幸它离得比较近，的话，你去拔它，神经是基本上还是有受伤的可能性。会造成什么影响？就会有一块。嘴唇你会觉得感觉变得迟钝，就是可能口水啦，口水正常有感觉，你可能会留下来，就是你会把它擦掉或吸回去。但如果没有感觉，它可能它就是会一直在那个地方，就是留下来。你怕我当听医生？这个跟技术无关，这个跟它天生的地理位置有关。你妈妈把你生在黏在一起，先怪妈妈。对，你去哪边拔都一样。你去台大拔也一样，我拔也一样。它天生黏在一起，你怎么拔它就是会伤到。没事，我有风险我就怪妈妈。我可以先看一下麻药长怎样吗？麻药长这样，一管一管啊，这么小哦。牙齿旁边加一点麻药，让深呼吸吸气，放松放松放松。那我们换左边上面的麻醉哦。舌头是右边有感觉，左边没感觉。对对对，嘴唇麻一半，舌头麻一半是标准的哦。好像搓上面会痛吗？嗯，会冷的。哦，会吗？会吗？会吗？痛。那我这样推会不会痛？嗯。啊，没有痛，身体放松，会有挤压跟用力的感觉，很正常的哦。保持身体放轻松哦。我们上面好喽。这么快。上面好了哈，我们下面才是比较花时间的。来，我稍微喷一下，感觉一下，这样凉凉的可以吗？嗯。助理哈，尽量会帮你把水洗掉，嘴巴尽量张开才会快哦。尽量，哎，这血非常好哦。还好吗？目前。那等一下稍微会推一下牙齿哈。我们的拔牙过程也都会有一些碎裂的声音，也都很正常的哦。哈、哦，一样会有一点用力哈、哦。我们过程就这样不断的重复哈、哦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更恐怖的事情会发生。嘿，怎么样？快好了，还是正常吗？你说快什么？快好了还？嘴巴小。好累，好嘴巴好累。我给你个东西咬着好了哈，轻轻咬着，这样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嗯，好。有问题请随时反应哦。接下来推一下牙根哈，一样会用力哈。牙齿已经松了，其实哈。只是它有点巨大，我再把它再切小一点哦。取出来就结束了哦，它其实已经离开你身体了哦，所以你不会痛了哈，放轻松就可以了。
牙齿拿掉咯、哦嗯、开始帮您清伤口、哦、帮您关伤口咯、哦、我们快结束咯、嗯、来通通来啊不要咬了、哦、啊通通水哦来，请咬着，咬咬住哈，嘴巴合起来。好了，辛苦了哈。今天晚上哎、欸，就退了，伤口痛很正常，那代表神经 OK。我如果等个两天三天，怎么觉得左下嘴唇啊，还是觉得怎么有一块？对对对，没什么感觉，那代表说他真的离神经比较近。那我要赶快回来找你吗？可能只是要等他慢慢自己处理，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做什么其他的事情。我们可能只是心理上安慰你而已。没有办法做什么其他的事情。我在打着汗给医生求安慰。好，我终于把弯锯取了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蛮兴奋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次的那个经验蛮特别、蛮奇妙、蛮有趣的。医生跟我说最辛苦的时候是拔牙，不是就是打麻醉的时候，痛爆了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脑海。好痛，我的下巴好痛啊！然后我刚就举手说，请问我快要落耳还是真的长出了？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牙齿，这颗是上面的，然后你看这里有蛀牙，而且这颗很特别，你看它有三个角角，哎，好可爱哦、喔。然后这是下面的，因为下面我是长横的，它要帮我切掉，切掉之后，然后要敲碎。很酷的一件事情是，你知道牙医的机器就是一直滴，然后滴的时候，我大概知道它可能在割我肉，但是有个烧焦的味道，你们有闻到？你们也有闻到？焦味很重哎、欸。而且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里真的完全没感觉。我刚刚要补口红的时候发现好难补哦，因为很难擦，而且连舌头都是左半边是麻的，然后右半边是清醒，所以现在有风我只有右边的舌头感觉得到。好，总结一下，这次拔牙齿完全不痛，而且超快速。虽然它中间就是敲敲打打或者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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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然后一直在切的东西，可是你真的完全感觉不到痛。最痛的东西就是打麻醉物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切肉的时候会有烧焦的味道，大家注意一下。第三个重点就是，如果你有关心老爷太太的话，记得要先跟医生说，你嘴巴张太久、张太大的时候，牙齿会很痛。大家如果要去拔智齿的话，真的要去找智齿权威欧嘉德，没有业配，这次真的是没有业配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企划他说打50通才打得进去，哎，这个技术打50通电话是值得的。听我们这支影片，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要喜欢我们呢。好大的洞哦！哇，超深的哎，好大哦 ！Oh my god， 我自己超大。还有，很深呢，太屌了！还有，可是为什么感觉它弄到？哦，打开，好夸张哦！依依，你来看一下啊！你要看切肉的地方，还是要看挖出来的地方？我不要了。